Giggle 至高。开始直播耶！ Yeah! 好，我又进来直播间了。啊，每次一打开来的时候，我都一直在看那个人数啊，到底跳了多少哦。因为这个每次直播，我们尤其是第一次上课的内容，都会比较偏向开箱。所以呢，如果你已经进来直播间的朋友，恭喜你，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第一手开箱的内容了。因为这一次一样哦，全新未拆封哦，又是一个全新未拆封，所以今天呢，我们又要来做一个开箱的动作了。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啊，它是逻辑编程机器人哦，那它的编号是7072哦。如果你上网搜寻的话，你打逻辑编程机器人就可以找到它了。那等一下呢，我们会先把这个版本的内容先分享给各位，因为它这里面呢，哦，它是有一个新的设计。所以如果你之前买的，你会发现，哎，奇怪，怎么跟鳄鱼老师的包装不太一样？正常的，因为这个呢是改版过后的包装，所以它的卡片 ，OK， 它的卡片，的组合方式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哎，有点反光哦。它的卡片的组合方式会有点不一样。那如果你还没有买这个包装的话，没关系哦。这个其实我们说这个包装它是一个不插电的游戏，哦，它就是只要几颗电池，哎。说到电池，糟糕，我还没有拿电池过来啊！啊，等一下，我去拿一下电池。哎呀呀呀！不好意思啊，这个今天这个电这个包装啊，它是不插电，也就是说它不是像电脑哦要接电，但是它还是会需要基本的能量哈，就是它需要三颗三号电池哦。所以刚刚鳄鱼老师去拿了一下电池，今天会需要三颗电池哈。OK， 三颗三号。那如果没有电池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让它动起来，所以，哦，这个是必备的。那一般来说，我们也可以用充电电池来使用，会比较省，因为它的耗电量其实蛮低的，哦，它的耗电量不高，所以用充电电池会比较，哦，可以让它比较环保的利用。OK， 好，那我们这边三点了，开拆。我先放一下哈。好，每次啊，新包装最期待的就是拆封的过程。不过这一次的这个包装，哦，它没有那个把手的设计，有点可惜。哦，所以它这个包装可能打开来，我们可能要另外找东西装，或者是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把它这个封口，等一下要贴住哈。那我们先顺着它打开来好了。哦，它这个买来应该是跟我一样是这一种。有那个收缩膜包着的，哦，所以这边，哦，质感上感觉蛮高级的。好，有时候鳄鱼老师玩了很多积木啊，不见得每个我都有新积木可以拆，哦，各位要体谅一下。我有时候拆新包装也是很开心的，哦，因为有时候新产品我不一定碰得到，哦，我都是要等到二三手之后才有可能玩得到这些东西。好。然后这个收缩膜拿掉，好了。那收缩膜之后呢？它在这边哦，前面也有一个胶带的封口，左右两侧看起来没有。好，所以我们再把胶带的封口拆掉。OK， 整盒就可以打开了。好嘞，哇哦，打开来了，里面有什么呢？好，我们来先看一下手册，它里面有一本手册。然后哦，这里面的手册啊，有几个东西可能哦，爸爸妈妈要先注意一下哦。它里面有一个塑胶条，这个塑胶条是拿来固定一些基地卡用的哦。所以如果你打开来之后，这个塑胶条呢，小朋友会乱折，先把它收好。再来，它还会有这个装饰用的纸卡，这个好，这个装饰用的纸卡它会在比较后面的课程才会用得到。所以前面的课程呢，这个不会用到，我们一样先收到旁边，哦，因为折到或者是，哦，小朋友乱拔下来，到时候找不到就很麻烦哈，哦。所以这边在这个开箱之后呢，哦，有两个东西，刚刚的塑胶的纸卡，还有刚刚的这个造型的纸卡，就先把它另外拿起来哈，哦。那这边打开来之后就是这个说明书，好，那这个说明书先放旁边好了，等一下再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呢？好，在这一格呢，它先用胶带封着固定哈，就是因为它应该是最宝贝的一个东西。然后我来把它打开一下，
OK， 我们把它打开之后，好，这边有点类似像开宝盒哈。开宝盒之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控盒。OK， 逻辑机器人的主控盒哈，它这边被保护的相当好。糟糕了，它还有螺丝要把它打开，我又忘了带螺丝起子了，糟糕了。哦，可以，我们的小助手帮我去借一下那个螺丝起子哈。好，这边好，因为我等一下要装电池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是因为有安规的一个部分，所以它有做锁螺丝的动作。那这边我们等一下有那个螺丝起子的时候，我再把它打开来。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有哪些材料。好，这里呢，其实它都用纸板做了一个分隔的动作，好，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外壳。OK， 这个外壳，然后还有我们前几天常用到的这种两公分积木。OK， 两公分积木。好，这个也有其他的颜色。OK， 也是两公分积木。那再来这边，这个是上弦的样子。好，那还有什么呢 ？OK， 还有这个。好，这边里面有一些齿轮，还有一些框。那它可能是在做一些造型啊，或者是做一些夹爪的动作，我们会用到它。那接着这里面还有一小袋，就是我们的小零件，好，包含眼睛啊，或者是一个鼻子啊等等之类的小东西。好，那这边就是它的基础的积木，其实量还蛮多的哈，我先集中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它有一个外壳，然后呢，基本的颗粒积木有两大袋积木，然后上弦，然后呢延伸的小东西，哦，所以它加起来是还蛮多的哈，哦。那在这个包装里面呢，其实这些零件我们都比较偏向就是把它做一个造型的辅助啊，哦，因为小朋友如果光学程式啊，哦，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无聊啊，哦，因为程式就是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那我们家的积木呢，就可以设定自己的造型主题，然后搭配一些故事来做挑战哈，哦。OK， 好。那这是我们积木的部分。那其实呢，各位如果自己有这个包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沉。哦，那为什么很沉呢？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打开来。好，好，来，这个东西打开来之后呢，这底下有一袋，这个是我们的地图卡，还有我们的基地卡之类的。那这边刚开的时候呢，最累了，因为它要把它所有的东西都剥下来。好，那这边呢，我会建议和小朋友一起剥，因为它可能很容易，如果边边啊，哦，小朋友没有剥好，就是可能会让这个纸看起来不好看。那像我有一点强迫症哈，稍微有一点损坏，我会受不太，哦，受不太了哈。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这个包装呢，它就是我们的地图卡。那我们先把它拿起来。好，那这里面呢，这样应该就空了哦。那如果要收纳的话，应该就是先把地图卡放在最底下。OK， 好。那这里呢，在这个包装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它有一个卡片收纳盒，在哪里？卡片收纳盒在这里。OK， 有没有看到这里 ？OK， 如果你是旧包装，它好像是没有的，新的好像才有。好，那这卡片收纳盒呢？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程式卡，我们就会把它剥下来。所以这里啊，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方啊，我们先把它小心的拆下来。小心的拆下来，这边哦，就像坐牢坐一样。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把它这样折起来。好，往内折哈，紫色的在里面。好，往内折，往内折，好，往内。OK， 把它折起来，这边折起来。好，折起来呢，它这边有一个有点类似像扣的卡槽，就把它对齐，然后把它压一下。那如果怕它掉的话，你就加一个胶带就好了。好，如果怕它掉的话，就加一个胶带。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简单的卡片收纳盒。OK。那如果你的版本或者是你的包装是比较旧的，那可能会没有这个小盒子哈，那也没关系。通常我们就是拿一些一样保鲜盒啊，或者是一些用不到的小盒子都可以装这个东西。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卡。好，这里打开来。
哦，这个打开来之后呢，这些都是要很辛苦的把它剥下来的。哦，这边就是要一个一个剥。哦，那这边我怕大家看我剥得很累，所以等一下呢，下课休息十分钟的时候，我会好好的剥哦。这边就不要让我一个一个剥了。哦，等一下我会乖乖的剥。但是我们这边先看一下这个卡片。好，来看到这个卡片了。这个卡片呢，剥下来之后呢，哦，卡片就是可以把它放到刚刚这个。哦，它会放的刚刚好，可以这样放，就把它放进去。那因为这个卡片就是我们的程式卡，所以它非常的重要。那你就一片一片把它剥下来，那这边我就不把它全部剥了，我这边等一下再剥就好了。好，那这里，那顺便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新版和旧版的差别。OK，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卡片呢，如果你有这个包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卡片好像跟鳄鱼老师的不太一样哈。那我们这边新旧版对照一下，好，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我现在荧幕右边这个，荧幕右边的这个呢是新版的，那左边是旧版的啊。其实两个都可以用，但是呢，我们比较就是新版的比较方便啊，因为新版的少了一些卡片，少了什么卡片呢？少了这个。OK， 这个是我们当初在放程式卡的时候，要先把程式卡一个一个排列在这个轨道上，然后让机器人去读。但是新版的呢，新版的就不用这张纸了新版的就像拼拼图一样直接把这个两个直接把这两个地方扣在一起。OK， 机器人就可以读过去了。所以新版的呢，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一个空间，就可以让它做卡片学习的动作，所以我是觉得比较方便所以如果你在购买的时候，你也可以先问一下里面是新版还是旧版因为有些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旧版的好，这边如果有任何对于这个产品的疑问，就到我们的 Line at 上面去做询问因为鳄鱼老师不太负责产品销售这一块，所以不太了解。OK， 我只负责教积木OK， 好，所以。这里呢，如果你现在闲着没事呢，就可以把这个东西都剥下来。那等一下我在下课的时候中途下课我再剥，现在剥很累。OK， 好，我先放旁边。OK， 好，那我们这边就来开始看到我们的这个小包装。好，应该说这个主控盒好了。因为我们今天主控盒呢，会再加上我们的主题，我们会来做一个简单的程式挑战，所以这个主控盒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先把它简单的剪开来。好，全新的就是漂亮。OK， 好，来剪开来之后呢，对，我刚才剪对了好，来剪开来之后呢，这边这个螺丝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做一个防护的措施，所以如果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呢，避免他们电池啊掉出来，或者是拿来啃咬的动作等等之类这边为了符合安规，它都会有一个螺丝螺丝在这里。那这个螺丝呢，我们就必须用一个通常就是那个锁眼镜的再大一点点所以一般五金行应该五块十块就有一只了那我们这边先把它展开。好，展开之后呢，因为这个设计其实符合安规的设计，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螺丝啊，它其实是不会掉下来的所以你看到螺丝稍微拉起来之后把盖子打开就好，它这个螺丝呢，它会扣在这个盖子上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这个螺丝怎么拔不起来螺丝拔不起来是正常的，因为这是符合国外的安规设计，就是避免小朋友有不小心把这个小螺丝啊拿来做吞食的动作所以这个螺丝它是会固定在这个盖子上的不要紧张它不会整个让你拔起来。 OK，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打开来之后，它就是装三颗三号电池。那这边我们说一般的三号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可以，那我这边就给它用三个电池，依照它上面的标示直接把它放进去。 OK， 好，那这边放进去之后呢，我们再把盖子盖上锁起来就好了。好，那一样盖起来之后，这个螺丝会稍微凸出来一点。好，这个基本设定螺丝会稍微凸出来一点，我们简单的锁上就可以了。好，那锁上之后呢，其实如果我们一般
长时间没有用的话，电池还是要拆下来，毕竟电池会有漏液的问题哈，所以这边记得长时间不用，我们还是要把电池拿下来哦。那一般来说，这个我自己的使用啊，通常电池装上去，如果都有正常的关机或者是拿取出来的话，5到8小时应该都可以玩哈，都可以使用蛮久的。OK， 好，那我们这边看到它的一些基本结构，这个主控盒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还没有拿到这个包装，所以可能先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哈。那主要就是这个主控盒，它最主要的关键在这个肚脐眼。OK， 这个肚脐眼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它就是我们读指令卡的地方。那它的观念就有点像点读笔当它扫过的地方呢，它就会把程式 coding 进去，所以小朋友可以在不要去透过电脑的方式来做到程式编程，算是一个基本的程式学习的概念哦。那旁边这边两个轮子就是控制它移动的方向。那前面这个呢，我们称为工作齿轮。这边我们称为工作齿轮。工作齿轮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semi 这个主控盒在移动的时候呢，可以做到一些互动的动作那它同时呢也会发出 LED 灯。OK， 这边也会发出 LED 灯的亮光哦。那上面这边这个小洞洞呢是我们的喇叭，所以它会发出一些音效音效都在这个地方发出来。那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OK， 就是后面的按钮。按钮呢一般来说录制和删除就是这两个。那它的操作很简单如果你要写程式进去，只要按这个它就把它全部录进去了。那删除呢我自己很少用啦，因为通常呢它可以覆盖过去，所以只要一直按这一个键它就会把旧的直接洗掉，除非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函数啊什么等等之类要全部删掉，我们才会长按这个键删除那等一下这个操作在玩的时候再跟各位分享。那它的开关在这里，小小的一个开关，打开之后呢就会发出一个音效。OK， 那发出音效的时候呢，前面的亮光就会亮出来了哈。好，那我们就把它关起来。那这个呢，主控盒的应用，它其实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单纯学程式的话，它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程式卡上面读取做动作的。可是啊，如果只是单纯这个看起来像一个扫地机器人的东西在桌上走来走去，我觉得可能有点单调。所以今天呢，我们前半节我们就来透过这个主控盒，我们给它装饰一下下，我们让它有一个造型在上面，这样等一下走起来会比较好看哦。那我们这边，我们就把刚刚的积木拿出来。OK， 刚刚的积木拿出来。好，我拿了这，应该这几袋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来做一个小老鼠找气势的故事好了其实它在我们的书本上面也有哦，它在我们的课本上面也有一个同样的故事，就是我看一下它在哪里呢？跑哪去了？好，它就是一个老鼠皮皮历险记。OK， 老鼠皮皮历险记。但是呢我们通常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不用一定就是它的造型呢不会影响到它的作动所以小朋友可以自己设计你要的老鼠的样子哦。那当然，如果你要先跟书上做的一模一样也可以，或者是你可以跟着鳄鱼老师先做出一个老鼠的造型，等一下我们再把它放到我们的主控盒上面。OK， 好，那这边我们就先来开始组装了。首先呢，我们要先做出老鼠的身体其实这个包装啊，上面有虚线是可以直接撕开的但是我还是很习惯用剪刀。这上面其实它有虚线虚线是可以撕开的，但是我觉得每次虚线撕开的时候啊都会有那个毛毛的感觉，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剪刀。好，那我们这边大概会用到几个方块呢？我想一下，2、4、6、8，8个吧，应该我们先用8个正方形当身体。好，这边1、2、3、4、5、6OK， 其中一个呢，我用这个六凹的，其中一个正方形我用这个六凹的，因为用六凹的可能不够，可能还要再一个，用两个六凹的，这样等一下我们才会有零件做其他的好，那我们这边先把它组合起来。
这里，啊，有虚线都可以撕开，只是，啊，这就看个人喜好啊，撕不好。好，这边我要拿这个点点，啊，这个、小零件呢，一样哈，都会推荐各位爸爸妈妈拿一个保鲜盒，啊，拿一个保鲜盒来做装，哦，装成的动作，才不会每次在大海捞针很累。好，我们先把它组合起来。好，这边我用三个好了，因为感觉很缺零件啊。这里面因为我喜欢用白色的，我这边喜欢用白色。如果你要用其他颜色也可以。好，我们这边呢，我先把三个正方形结合起来。OK， 我先把它结合起来。这边中间我就用这个小点点去做结合。好，那如果没有完全一样也没关系哈，这边不影响。我们先做出这样的形状。好，对，要做米老鼠造型，可是我这边没有那个，我这边没有黑色的，所以没办法做米老鼠哈，所以我们就做白老鼠好了。哎，讲白老鼠好像就是要做什么实验，对不对 ？OK， 没关系。好嘞，这边我们先做出一个身体的基本型。那我们这边呢，加一个红色的。红色的红鼻子，好，红色的红鼻子，好，这边我们就先把它当作是正前方，好，这边就是老鼠的鼻子的地方哈。好，那接着呢，老鼠的身体，我们把它两边让它吃的白白胖胖的，好，开，我是不是眼睛不太好呢？啊，在这里，在这里，好。撕开之后，左右两侧，好，这边呢，我们就是要做它的白白胖胖的身体哈，所以这里我直接给它这样加，好，这边我做出一个这样的形状，我把它这样连结 ，OK， 这样，哦，我这边会把它先弄得松一点，等一下我会把它结合起来，好，我这边我要做两个，这个。哦，就是上弦正方正方上弦，哦，这边我要做两个，因为左右各一个。好，那一样装不进去，记得转一转，它就装得很好了哈。如果装不进去，稍微转一下，它就可以装得很好。所以我这边做两个，二三，果然零件要做白白胖胖的老鼠，零件果然要够多哦。OK， 好。那这里一样，我再加一个结合键。好，这里我们把三块结合在一起，刚刚做的这个，哦，两个我们左右各一个，把它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老鼠，哦，老鼠的身体 ，OK， 看起来白白胖胖的哈，哦。那接着呢，我们要来做老鼠的耳朵。老鼠的耳朵看起来应该是很大一个，然后蛮多圆形的，所以我把刚刚的这个上弦都把它挖出来。那如果你的老鼠耳朵想要不同的颜色，你自己改哦。哦，不一定要跟鳄鱼老师一样都要用白色的。我是因为想要做白老鼠。哦，我这边哦，我的想法是我要做一只白老鼠，所以我全部都要用白的。好，这里我们先把它结合起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凸点，凸点，然后这边一样凸点。好，这边如果凸点呢，一样要装上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好装哦。所以你可以先这样两个装好，好，另外两个也装好，再把它合在一起，好，这样就会变成一个老鼠耳朵。 OK， 这边这样就是一个老鼠耳朵，那我们要做两个哦。好，所以这里好，我把两个老鼠耳朵都做好了。好嘞，两个老鼠耳朵做好了。那因为它这没有凸点，所以我又要再加两个凸点。OK， 两个凸点在它的耳朵上面。好，这边让大家看一下。OK， 这样两个凸点装好，等一下就可以装耳朵上去了。好，那接着呢，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好，应该是我们要来准备它的中间的身体。好，那这里我想一下哦，中间的身体，我先把耳朵装上去好了。耳朵装上去之后呢，中间看起来比较扁，对不对？哦，所以我要让它胖一点，哦，有点那种额头的感觉。OK， 这里那我就用剩下的积木，哦，
一二三四，好，这里前面这边因为凸点在这里，所以我的平的朝这边，然后往后延伸。好，一样，又做了一个像香蕉形状的东西哈、哦、，OK。把它这样子、哦、前面的凸点后面的凸点这样放上去 OK 老鼠的整个造型、哦、就出来了 OK 老鼠整个造型那、啊、这边看起来还有点空、哦、我给它再补一些上弦让它看起来肥一点好让它补一点上弦补上去好看起来老鼠是肥的了对不对、哦、白老鼠要肥一点好那如果你有上前面几天的课你就会发现每次啊在用积木做东西啊哦当你做完之后觉得不太像那就少了什么没错就是少了眼睛只要有了眼睛什么东西就会变得超可爱哦所以这边如果家里的积木里面没有眼睛一定要给它买几个哦来我把它装上去哇哦这个老鼠出来了有没有看起来就超可爱的那如果你想要让它有一点呆毛就是自己在家哦嗯这样好像戴绿帽的老鼠啊不对好诶我看一下如果想加尾巴呢好如果想要加尾巴的话呢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小零件比如说这个灰色的这个灰色的呢我们可以直接装在后面当它的尾巴 OK 这样就有老鼠尾巴了那当然如果你想让它的尾巴看起来像那个皮卡丘的话呢哦你可以用这个哦像我今天我想让它的尾巴有那个闪电状哦我就可以这样子拿这根长的然后把它摆在后面、哦、我把它接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如果想要让它的尾巴看起来比较不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零件哦这个一样都是属于创意的部分所以哦不用跟鳄鱼老师做的一样也不用一定要照着书上面做只要你有自己的想法呢就把它加上去就可以了所以这边尾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像皮卡丘一样哦诶没有闪电糟糕诶闪电是应该是这样吧好对好耶、yeah, 我把它做了一个闪电状哦看起来这个老鼠有没有变得比较厉害应该有吧好那无论如何呢你把自己的老鼠把它设计出来那你也可以给它装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的这只老鼠可能比较坏一点、哦、我想要让它有飞机头 OK 我想让它有飞机头嗯，看起来、哦、霸气十足、哦、这边就让自己发挥一下自己的造型艺术那我们这边呢造型的部分其实我们就让它就是把自己的创意发挥上去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固定在我们的主控盒上面所以我们在最后底下的地方 OK 我们这边建议装两个点好、哦、这边建议装两个点因为你只有装一个点的话会这样如果你只有装一个点的话装上去之后呢一个点是会旋转的所以如果我这边只有一个点放上去虽然很好拆可是呢我的老鼠的在上面就会随便乱转那它可能会让小朋友有一个方向的误认好、哦、那我们这边呢在设计这个东西在这个前面就是要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个方向性因为我们在学程式的时候、哦、在学程式的时候呢它的方向性是很重要的、哦、时间序列还有方向的规划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呢你一定要把它固定好把你的主角固定好、哦、所以这里 OK 两个点点把它装上去耶、yeah, 我的老鼠 OK 白老鼠做好了齁那这边呢就请各位在我们下一堂课讲基础程式的时候呢先把你的造型完成那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角、哦、他叫什么老鼠呢、哦、他原本在书上他叫老鼠皮皮但是我这边想要叫老鼠阿强好了、哦、随便啦这边就看你想要叫他什么名字总而言之呢设计出自己的老鼠等一下在闯关的时候会更有代入感哦那就请各位小朋友还有大朋友我们就一起把它完成把你的老鼠先做完等一下呢我们下课的时候呢我们先把刚刚那些程式卡哦刚刚这些程式卡我们先把它都拨下来
然后等一下我会讲解城市卡的用途，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题目让大家试试看，做前后的移动等等之类，那下一次呢我们就会加入一些函式，这边先预告一下，但是呢这些基本的准备就请各位等一下在下课十分钟的时候呢，如果上完厕所要记得先把这些卡片都把它拨下来，那如果你已经拨下来的话呢，你也可以先把它安排它的颜色，把它整理一下，蓝色的卡片就放在一起，红色的、橘色的、黄色的，同样的颜色的卡片放在一起，那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你会更快就找到你要的东西哦。那最后呢，如果真的还有多余的时间，就把老鼠做得更漂亮更帅吧。 OK， 好，我觉得我的老鼠应该不用再改了，超帅。 OK， 好，那我们这边先暂时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大概3:40呢我们就会开始进行城市的讲解。那等一下城市讲解呢，因为我的桌面可能在摆地图卡的时候呢会有点拥挤，所以等一下如果有镜头晃动啊或是调整的时候就请大家见谅一下齁。好，那这边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好，好的，那我们这边大家应该都陆续回来了齁，这边我们准备来讲一下程式。那这边如果你已经会玩这个包装的话呢，可能在这个程式的讲解你会觉得比较简单一点，那你可以先跳过不上没关系，因为今天是基础的程式讲解，因为有很多小朋友是第一次玩哦，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程式讲解会从最基本的卡片开始讲起，所以这边就请各位一定要就是忍耐一下了，因为很多基础的东西一定都会讲得比较频繁一点，让小朋友可以自己循规蹈矩的去把它做出来。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基本的卡片，那每一次呢我们都会增加一些新的卡片新的功能，那今天会比较简单，就是做一个基本的移动，还有就是一些指令卡的应用方向的一些辨认，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告诉各位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基础的程式卡哦。好，那我们这边还剩几分钟呢，已经3:40了，那我们这边就开始咯。 OK， 刚刚各位应该都已经完成我们的这个老鼠了，所以我这边的老鼠阿强因为我不要叫他老鼠皮皮阿强呢，等一下他想要去吃一个乳酪通常我们在这上面做的每一个作品就是要跟我们等一下的地图卡 和他的要做的事情做一个连接，这样小朋友呢在学习程式的时候才会在脑袋里面有一个情境这就是讲故事啊，如果你今天很会讲故事的话你也可以跟小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老鼠阿强走在路上很开心，可是突然肚子很饿，所以他想要去找一个 cheese。 OK， 那 cheese 在哪里呢说到 cheese 我好像没有帮老鼠阿强做 cheese 所以这里呢我赶快做一下趁大家还没有进来的时候趁大家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我赶快做一下 cheese 这里我想一下两块应该够了吧。 OK， 两块正方形，两块正方形，然后三角形拿一堆，那个只要做成三角形的样子应该就像 cheese 了吧其实不要那么在意它到底是不是 cheese。 我找一下三角形呢，说好的三角形。 OK， 好，这边各位可以把两个橘色的正方形呢再加上四个再加上四个三角形，我们把它贴在一起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三角形我们就把它当 cheese 好了。这边会有凸点这个凸点我把它换成那个六凹积木我把它换成六凹的才不会凸起来。好，所以我把它换成六凹的一个我换成六凹的积木。好，所以这样子把它组合起来。 OK， 我就有一块 cheese 了。这边所以我今天的故事呢应该就是老鼠阿强他肚子饿了要去找一块 cheese， 就那么简单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的程式卡也不会太复杂，因为他就是找一个 cheese 来吃嘛。好，那这里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会用到哪些程式卡片呢。首先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程式卡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开始因为我们这里啊这个 stop 因为拍照的时候它的字会是相反的所以这里这个开始标记呢是所有程式你要写进去一定会用到的，所以今天不管你写的程式的长短你一定会有这一张卡片作为开头。好，那这边我想一下怎么排会大家会比较看得清楚呢。 OK， 就这样好了。好，这样排好，那这是我们的开始卡片。
那有开始就会有结束，所以所有的程式里面一定会有这两张，一个就是开始，一个就是结束。那各位可以看到结束的卡片呢，它在后面就是一个平头，就代表后面不能再延伸卡片咯。所以这边红色就是代表结束。好，如果你今天没有在最后面放上这个红色的卡片，那他就没有办法把程式记在他的脑袋里。好，所以我们这边一定会有一个开始和结束。好，那至于开始在结束中间，它的中间我们到底可以放多少张卡片呢？好，我们这边这一台，好，这一台主控盒它的脑容量大概可以安排三十张卡片在这里面哦。所以这边除了开始和结束之外，这个中间我最多我可以用30张卡片来让它做出各种不同的动作。所以这边记得不要超过30张，超过的话它可能会记不住，但是它30张呢就已经可以做超多的动作咯。 OK， 好，所以这边我们要记得这两张，开始和结束哦。这边程式执行，程式结束， OK，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哦。这一定要哦，没有这两张就不能玩哦。所以在这个包装里面哦，橘色的卡片它就是怕小朋友玩一玩突然用不见，所以它有两张哦。这个橘色的卡片有两张哦。那红色的卡片因为它还会有韩式啊，所以红色的卡片超多张的哦。所以这边哦都一定要保管好哦。 OK， 这些卡片都要保管好。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基本上在我们的程式，我们要让这个老鼠移动哦，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些指令卡是关于移动的。好，我这边找一下，有了。好，这里呢可以看到这边哦，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前进的卡片。好，那它的背面就是后退哦，前进和后退，它就是正反两面的卡片哦。那这里呢，前进和后退，它会前进多少呢？我们如果用地图卡，刚刚拨下来的这个地图卡来看的话，它每前进一格 ，OK， 每看到一张卡片，哦，它就会前进一格。那所以这里呢，如果我们等一下把地图卡都拼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让它移动到指定的位置，就要看我们要让它前进几格，哦，就用几张卡片哦。那这里呢，我们要先看一下另外一个卡片，这个 ，OK， 这个卡片是左转和右转。好，我知道各位可能会跟我有一点哦方向性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哦，如果我们对准荧幕看，你这样看应该是左转，哦，这样看应该是右转哈。那不管是哪一边呢，哦，我们都要依照谁的方向，绝对不是你和我的哦，哦，因为这个呢叫做程式逻辑机器人。所以我们小朋友在学习这个东西的时候，哦，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辨今天看他的人是谁，哦，今天看他的人是谁哦。所以我们这边，哦，最好的辨认方式就是这个主控盒，如果这样看，哦，这样看到这个卡片的时候，那我们的老鼠阿强会往哪边转，哦，他就会往这边转，哦，那如果反之，如果他的方向，老鼠阿强看到这个方向是往这边，那它就会往这边转。好，你要依照这个你的主控盒的方向来去选择你的卡片。所以很多小朋友呢，他们在玩程式的时候，哦，这个程式的卡片呢，他们常常会看错方向，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会习惯以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左右转，但是实际上呢，你要依照你的主控盒当下看的方向来决定它是左边还是右边。所以这个指令卡呢，哦，等一下我们会用到几张。那这个蓝色的呢，就是我们的基础的移动的卡片。那除了移动卡片之外呢，这边另外有几张卡片，我大概略提哈，像这个齿轮转动 ，OK， 这个齿轮转动它有分转左边和转右边 ，OK， 一样是正反两面。那它转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这个齿轮，哦，转左转右啊。哦，所以这边这个卡片呢，它就是负责转这个齿轮的。那再来这种卡，接下来这个上面有写1234的，这个叫做次数卡，哦，它可以重复执行上面的数字。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前进，然后呢，如果我给它一个数字 ，OK， 好，假设我这边前进，我怎么样 ？OK。好，智慧颠倒齁，没关系齁，前进4步。
那它就会执行这个东西执行四次。哦，所以当你只有一张卡的时候，它只会执行一次前进。但是呢，如果你后面加一个四，那它就会前进四步哈。所以次数卡就是看你的，你想要让它重复几次，哦，就把相对应的数字放上去就可以了。好，那接着还有什么卡片呢？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绿色的卡片，绿色的卡片呢，我们叫音效卡。好，绿色的卡片叫音效卡。那我们刚刚在前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有介绍它上面会有那个喇叭，所以如果你放上这个绿色的卡片呢，就可以发出上面的声音。那这边呢，因为我们今天是老鼠嘛，所以如果你手边有卡片，请你帮我找出一张有老鼠拿到 cheese 的声音卡。好，今天我们会用到它哦，所以帮我挑一张出来哦，因为它应该也只有一张啦哦。OK， 好，那还有什么卡片呢？好，这边这个浅绿色的呢叫做灯光卡，那我们今天不会用到，但是呢，如果你有用到这个卡片的时候，它就是会改变它灯的颜色哦，所以它这边有很多不同颜色的灯泡图案哦，像这个粉红色哦，就可以做粉红色的灯。那我这里呢还有几个看起来像星星，或者是这个哦，这个呢是指它灯在变化的时候的样子哦。比如说我找一个比较好理解的，好的，好，这里诶，我的灯灯灯灯，嗯，好，太多了，卡片太多了，我一下找不到，在哪呢？啊，找到了。好，我这边有两张卡片，这两张卡片呢，哦，一个看起来像兔子，一个看起来是瓜牛，对不对？那这个呢，其实就代表灯光它变化的速度，哦，像兔子灯，它看起来就会闪得比较快。那如果是瓜牛灯呢，它就会闪得比较慢。那关于灯光的应用，我们下一次上课，哦，之后上课我们就会提到它喽。所以我们今天灯光我们先不用它哦。灯光我们先不用它。好，那还有什么卡片呢？哦，还有几个哦，我们这边有几个特别的卡片，那我们今天一样先还不会用到它。首先第一个特别的是黄色的卡片，黄色的卡片呢，如果它有旗子的叫做韩式卡， OK， 韩式的指令卡，但是我们今天不会用到它，所以我们先知道有它就好。那它有三个颜色，那这个有看起来像一个圆圈圈的，这个叫做回圈卡，它是两个为一组的哦。好，所以这个一样今天不会用到它，收起来。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粉红色。粉红色呢，它叫做条件式哦。条件式呢，它是在程式里面一个比较后面我们会学到的程式应用。那一样，这个条件式呢，它会搭配的是这个深桃红色的卡片，这两个哦，是这两组哦都会一起用，那我们就把它收好，一样放旁边，因为今天不会用到。所以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卡片有哪些颜色呢？开始的这一种橘色，结束的红色，然后移动用的蓝色，还有发出声音的绿色。好，我们今天只会用到这四种卡片。OK， 我们今天只会用到这四种卡片哦，不会用到其他的卡片，所以我们这边。好，请你把这四种颜色的卡片找出来就可以了。好，把这四种颜色的卡片找出来就好了。OK， 好。那如果找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先拼我们今天的地图。那二位老师今天有讲过我们的故事呢，就是老鼠阿强要去找 cheese。好，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场地的设计呢，我们就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设计。那如果今天各位爸爸妈妈跟着小朋友一起玩呢，其实我们最大的功能就是帮助小朋友出难题，哦，因为小朋友如果照着书上来做，他可能就会觉得没什么挑战，因为书上都有答案。但是呢，你今天把这个题目稍微做一些更改的时候呢，小朋友就会有挑战性咯。所以这里我们先简单一点点，我先把它拼出来，哦，那我这边因为我要设计我的情境，我在找地图的时候我都会挑比较刚刚好的，所以我挑了一张开始。好，这个开始卡一定要，如果没有这张卡，好，这个我们的主控盒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所以一定要有它。好，有它，接着呢我要让它经过厨房好了，哦，没有，我要先让它起床，哦，先让它经过床这里。好，所以我准备了两种卡片，一种是这种木地板的，
我们就把它拼起来。好，我们先拼直线好了，因为有些人第一次玩哦，我们先拼直线。好，拼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接，那我就让它接到这个，好，让它经过床。好，那再来呢，我们让它经过厨房好了。那先起床应该要先上厕所，先让它经过浴室的感觉。好，再来让它经过我们的客厅。好，让它经过客厅。好，让它经过客厅之后，那最后就到达厨房吃 cheese。OK， 所以我们最后是到达我们的厨房餐桌。好，这个图案你自己可以挑啦，不一定要跟鳄鱼老师一样。所以这里呢，我就把它全部接起来。好，我再从头带大家看一次我排了什么。OK， 我把它连成一条线，从开始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客厅，到厨房。OK， 把它排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在地板上咯。好，那因为我的荧幕啊，可能没有办法塞下那么多，所以我要稍微把东西移开，然后等一下我们的镜头呢可能会再拉高一点点。好，对，这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可不可以呢？我来看一下。好，我们试着把它全部。好，我们摄影小助理帮我一下。哎呀，好晃哦。好，有点晃。好，没关系，这边。等一下，录影时不能旋转手机。老鼠阿强。阿强呢要走到气质这边，我们算一下他要走几步呢？一、二、三、四、五。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要先准备要走五步哈。好，所以这里我们要先开始排程式卡。第一张一定要是什么卡片呢？第一张一定要是开始卡，开始卡。然后呢，要前进几步？要前进五步。所以最简单的排法呢，就是让它这样子，开始之后前进一、二、三、四，好，第五步 ，OK。那第五步之后呢？因为它是不是碰到 cheese 了？它碰到 cheese， 它很开心。所以第五步之后呢，我可以给它一个很开心的声音。好，我的很开心的声音跑哪去了 ？OK， 他吃到 cheese 很开心的声音。那程式在最后面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呢？一定要放一个红色的卡片做结束。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他从头走到最后面喽。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把它读取进去。那这边我们先把后面的开关打开。OK， 打开之后呢，好，因为很多小朋友都会放错位置，所以我们这边啊，请各位看一下这个黑色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第一张卡片的位置，黑色这边对齐第一张卡片。好，所以你看哦，这里，我们对齐之后呢，确定我们把它放在它的正上方，对齐放在正上方之后呢，按下那个三角形的录制键。好，他就会开始唱歌，然后往前移动。OK， 好，那如果你听到他是一个很雀跃的声音，代表他正确的学到了。那如果已经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放在开始的位置。放在开始的位置之后呢，一样，我们按播放键。播放键之后呢，他一开始他会先进行定位，他会进行定位的动作。好，定位完之后，它就会开始播音乐，开始走一格、两格、三格、四格、五格。OK， 它走到去时了。好，等一下，各位有听到它唱歌吗？它刚刚这边有唱歌哦，就代表它拿到去时喽。好，所以这个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程式的写法，就是直接依照我们要让它走到的位置，直接给他指令卡，其实是还蛮简单的哦，就直接给他要什么东西就给他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到一个蛮好玩的那个手机刚刚我不小心跌了一下哈，不怕不怕哦，反正不是我的手机。OK， 好，那这边呢，我们走了好几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啊，很厉害的顶尖工程师啊，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让程式变得越简单越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卡片哦，我们不一定要用它，但是如果用它呢，会让程式变得很简单。那会是什么卡片呢？哦，其实我还蛮想要学那个 Dora 那一种节目说，哦，突然就拿出来说，诶，突然拿出来说，哇哦，你选对了哦，没有啦，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这个互动会比较好，但是呢，哦，这个灰色的卡片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次数卡。那这个次数卡呢，我们可以这边比较一下哦。我们在这里，我们用了好多个蓝色的卡片，我们总共用了几张呢？一、二、三、四、五，我们用了五张 ，OK， 用了五张卡片呢，结果很浪费空间。那我们确定它是五步，那我就把这个卡片稍微替换一下。好，那我们就只要让前进执行几次呢？五次。好，执行五次，然后呢，再唱歌。好，跟刚刚相比，程式是不是少很多呢？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学习的地方了。啊，让他呢可以用最快的方式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在排列图案的时候，排列这种程式的时候呢，可以很快速的，好，运用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来去应用。OK， 好，来我们看一下，他是不是一样可以找到七十呢？那这时候呢，我们再一次录制的时候，它是不用去删除的哦，你直接按录制，它就会覆盖过去。好，所以这边直接按开始，好，它一样会录。OK， 动了。OK， 这时候它很快就读完了。那我们再确认一下，同样的，放在这里。OK， 按播放。好，那老鼠阿强呢？今天肚子很饿。哦，突然想要去找 cheese 来吃呢，所以他就开始找。哦，从厨房走出去，好，经过了浴室，到了客厅，最后他找到 cheese 了。好，他很开心的唱歌了。其实他应该可以，因为距离有点远，他唱歌各位可能没有听得那么清楚哦。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最简单的程式。那如果你已经顺利的成功呢，我们就可以来开始改变我们的地图卡哦。如果你刚刚的挑战你已经成功了，那我们就来试试看第二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OK， 第二个挑战我们把地图稍微改一下位置好了，我来做一个超级蛇形。 OK， 这边，哦，这边我先开始，我让它走蛇形好了。OK， 闪电跑法，好，不要理我，这可能是一个梗，大家不太懂，没关系啦。OK， 好，来闪电跑法，我让我的这个老鼠阿强呢，哦，他要走到的位置变困难了。好，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如果你在家啊，有事没事改一下地图卡，小朋友就可以烦恼一整天了齁。好，这时候呢，我把刚刚的地图卡变成怎么样呢？这边这样走。好，那我们就要来想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设计我们的程式卡。好，那这边所有的东西都要以它为主。好，所有的程式卡呢都要记得以你的主控盒为主哦。所以这边我们要先前进一步，然后呢，很多小朋友在这边会搞混，因为我们这边这个转弯呢，它只会转方向，它并不会这样就过去了。 OK， 这边一定要记得哦，转弯的卡片它不会移动，它只会在原地转弯。所以这里呢，我们会用到的卡片，我们先前进一格。好，来我这边摆同步摆一下好了，我们一格一格来看一下各位能不能，在我排完之前呢，你就已经找到答案了齁。好，我先把题目放在这里。好，这边我对一下位置咯。好，这里应该看得到。好，第一个开始，然后呢往前面一格。好，往前走一格，然后呢这时候往前走一格呢，我的老鼠阿强看着哪里呢？看着这个正前方，所以我要让他往这个方向看的时候，你可以先让他看着卡片，然后对一下位置。 OK， 确定他是往这个方向了。好，转过去。好，那转过去之后呢，我们要让它往再往前一格。
好，再往前一格，它就会往前走。好，这个逻辑的部分呢，就是要这样重复的让孩子自己去挑战哈。好，往前一格之后呢，阿强看的是这个方向，但是我们要让他往这走，所以我们的方向卡啊，我们的方向哦就要对齐，就要先给他看看哦，确定是往这个方向哦，让他转过去。好，那一样再前进一格。好，再前进一格之后呢，那这边一样，我们要让他看方向卡，哦，看方向摆在他的眼前，哦，摆在他的眼前让他看 ，OK， 看，哦，确定好，往这边转，好，往这边转，好，来再前进一格，好，再前进一格之后呢，最后再往这边转，往那边转，一样给他看一下，确定方向，好，转对方向了。转过来之后呢，最后再前进一格，好，这样我们就顺利的达到我们的目标位置咯。好，所以如果你已经排正确的话呢，你就可以让你的小老鼠学学看你刚刚排的对不对。那别忘了在最后一样加上一个老鼠吃到起司的声音哦。那我这边就把它稍微移开一下，我们先把答案放在这里，看一下，好，有正 ，OK， 好，来确定一下。啊，一样对准，啊，第一次用哈，大家记得对准黑点点，按不放。好，一样它会覆盖过去。OK， 让它覆盖过去。好，好，清脆的声音学好之后呢，一样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的闪电跑法，哦，闪电出去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OK， 好嘞，这边一样，让它放着之后呢，播放键按下去。就我以为它不动了，吓我一跳。好 ，OK， 好，这边前进 ，OK， 转弯，再前进，好，转弯，再前进 ，OK， 看起来应该是成功了啦。哦，二月老师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啊。OK， 好，知道句式了，很开心。啊，你有唱歌吗？有，他有唱歌哈，声音比较小一点，没关系。好，那所以呢，这边。各种挑战呢，其实各位爸爸妈妈，你就出题目给小朋友吧。哦，因为有时候呢，小朋友他们在自己做题目的时候，他们一边排，他们都知道答案了，所以这样不好玩，一定要爸爸妈妈出的题目才好玩哦。那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空的小朋友呢，你也可以试试看，哦，自己排出不同的造型。哦，下一次呢，我们会教更好玩的模型，让我们在玩这个造型的时候呢，也可以玩一些互动的装置。对，这边呢，哦，如果有任何问题呢，一样各位可以在底下留言。那当然，今天的这个程序呢，因为很简单，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挑战一次看看哦。那老鼠阿强 ，OK， 跟大家说拜拜咯。没有啦，老鼠阿强不会讲话哦。那这边我先把它关机哦。这边呢，其实如果你没有关机的话，啊，这个产品呢，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它会自己待机。哦，所以其实不用担心忘记关机它就坏掉了之类哦，不会哦，它如果很久没有用的时候，它会进入待机模式，就跟我们的电脑、笔电啊、平板一样，它自己会进入待机。哦，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不玩的时候还是把它正常的关掉。OK， 好，那记得其他的积木呢，好，哦，没有用到的我们就把它拆掉收好。那卡片呢，一定要记得。用完的卡片要把它放到你的收纳盒里面哦。好，那我们这边二月老师先慢慢收一下卡片。那有没有人有问题呢？好，这边有没有人有问题呢？哦，如果没有问题，或者是你太晚进来的话，哦，一样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可以看到今天的影片的回播哦，不用担心。那在程式上面有任何的指令上面的不了解哦，或者是说针对。这上面的解释有不懂的哦，一样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专做发问哦。那当然，鳄鱼老师呢，下一次会想想看怎么样让这个地图啊，哦，可以更满一点点哦。因为鳄鱼老师觉得这个地图啊，如果我们接下来要玩得更厉害的话，我们这个桌子可能不够大，所以下一次我可能要到操场去玩哦。不用了，到旁边地板玩一下就好了。OK， 所以这里呢，如果你已经完成了，就先给自己一个赞吧。那当然。我们这边时间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有任何问题在底下留言就好喽，或者是到我们粉专 LINE@ 上面询问。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喽，拜拜。